最常用的5公升经典跟3公升，这个用起来的话跟其他锅子有什么不一样？快速，我们有，然后真的是原汁原味，是真的很好的。像卤肉真的是无水卤肉，然后也不用另外加盐巴，就是那些酱油调味料就好了。然后那些味精几乎是很少用，对。然后它很厉害的是那个无水烫青菜，超健康啊，而且真的是低油烟，而且低油脂。